观察市场行为，品味多空变化，大道至简，财富加冕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JB Crypto 的频道。好，今天课程呢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比特币呢昨天出现了这个反弹之后呢，这个绿柱反弹之后并没有撑住啊，持续暴跌下来，目前已经触及了我们前低点了，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暴跌。我们废话不多说了，看一下我们的电报群组 ，OK， 连接在影片下方啊，在影片下方免费加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战绩啊，战绩才有说服力嘛。看我们空单4038的空单 ，OK， 5120的空单是吧？进场空单价格，目前呢我也是持有，继续持有的空单的。看4038的，我还有加仓了，目前的价格是在3641。看这个空单是大幅盈利啊！你看你听了有多少哦不同的频道，我就不说谁了。叫你51500追高啊，回踩50000可以做多，看现在多惨是吧？你在那边做多，整个被套死了，那边做多就套成跟狗一样是吧？所以谁韭菜是不是？我们这个战绩呢，我们非常满意。看我们的，你看下面的留言，我们的群友啊，看空单逃顶又套保，恭喜 Russell 朋友、波妞朋友，空单已经全平，期待下次机会是吧？还有什么？哦，完美逃顶，空单获利，空单获利成功，看大家都是非常满意今天的一个讲解的。我们的空单行情呢是整个把握住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如果想要了解这些即时资讯的话，如果你也想要吃到 OK 这样的利润，你也想吃到这样的利润的话，那么请要加入我们电报群组，连接在影片下方，免费加好不好？即时赚钱机会，然后即时的观点补充都会在这里面 OK， 免费加非常重要。好，我们简单讲一下今天的盘面了。这是一个紧急的影片，没办法讲太多。稍晚的话会做一个更详细的视频做讲解。目前呢，我们已经是吃到了整段利润，接下来到底何去何从呢？简单来说，最好的情况就是插针破前低，马上拉回，这是一个可能性。如果插针后不能收回，那么可能会走出橘色走势，在下方寻找支撑位置。这是比特币，上方呢已经支撑位置一一跌破。49500、48000、47500全部跌破，这个位置铁定撑不住的。最好的情况就是插针破前低，再马上拉回，这是已经最理想的情况。好，看到以太坊，以太坊的情况的话就更不乐观一点。一样，我们的空单你自己看，已经是全面获利，整段利润是吃干抹净的。那我们现在从上面画下来啊，这段行情啊，看跌这么多，接下来怎么走呢？我们以太坊呢已经跌破原本的波段低点了，所以抄底的话，以太坊需要等一等。目前呢，如果这个地方撑不住，如果比特币撑不住，以太坊的话，大致上也会走到橘色的走势啊。所以对照一下黄色、橘色，对照比特币 ，OK， 黄色、橘色走势。简单来说的话，这是一个紧急影片，没办法讲太详细。我等一下还有事情，稍晚的话做更详细的视频做解析啊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目前呢，我们的空单都是非常非常完美的获利。如果你又追高被套了，你又梭哈被套了，你在高点觉得说一定会到55000，你梭哈了，或是你做多位置很不正确，那么这段亏损你觉得亏得不冤，因为你忽略了很多重点。好，如果想要了解之后避险策略以及赚钱机会的话，必定要加入我们电报群。再提醒哦，说明栏位。以上这个紧急视频的内容，加密货币行情起伏巨大，策略分析有时效性。如果不想错过最佳的赚钱机会和资讯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小铃铛。OK， 欢迎加入全网最专业的华人虚拟货币行情交流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。